哦，这间一啊水滩是在1995年开始，因为当之前是他们是做瑕疵的工啊的收入来的，然后当时因为瑕疵收了，他们没有收入，就开这间的水滩，是很简单的。他们当时自己我爸爸跟我妈妈家人几个人建起来，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，国大的学生就来跟我们重建这阿嬷的水滩，所以就现在比较。 卫生比较方便，比较舒服的环境给顾客们的享受在这里。啊，肥水啊，你是喂鸭，你赚。只是喂鸭是30粒，30粒你若卖到了，赚50块。我免去行你的路，家己赚，家己开会到啦。